你喜欢40岁以上的男生吗？我蛮喜欢的。真的吗？对我来讲，会年纪太大？我觉得不会，刚刚好。哦、是我喜欢被照顾的感觉。没有什么优点，给你钱太多会困扰。不会，完全不会。真是太好了，但又不计较年纪大。然后呢，我们。但是你跟我交往之后答应我一件事，就是不要穿那么露了，知道了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你在干嘛？现在不是吗？不是相机吗？在比赛水球啊！那聊那么多干什么？对啊，聊那么多，一滩水球在抱你头上，哎，还给你钱太多，不会赚钱。坐远一点，坐远一点。这是困扰吗？突然间怎么变了？眼镜戴起来呀！哎，6000块哦，6000块啊，林香，加油加油！来，准备啊！华哥即将感受到青春的动起来，风水轮流转，那个位置，主大概那个位置，坐这儿，位。等一下，是谁在我后面丢球？自然破的吗？自然破的，你自己不动的，真的自然破。我还想表演擦边球，你就是太嚣张，在那边，我跟你迎面而来啊！前面闪过，后面你没闪过，而且你跟位置感好重。对，我想那个轨道应该会远一点，我算准让时间贴近就比较好看。这样子啊？我不是能哦，你想要最后再闪掉？我不是躲躲藏藏的人啊，对不对？那这样那输掉了，给你钱再多会困扰。他不会，不会。